欢迎来到KUKA中国技术中心，在这里你可以近距离的了解KUKA最新的应用和 Ready to Use 产品，同时我们还提供性能测试、可行性评估等增值服务。来，跟我走。这就是技术中心的办公室，我们会根据客户不同的需求进行工艺分析、自动化方案的设计，然后针对相应的方案进行模拟仿真和节拍分析，这样可以大大的缩短我们开发周期，提高方案的可靠性。而在那个区域就是我们的讨论区，工程师会在这里讨论技术细节，制定执行计划。每个成功方案的背后都是团队协作的结果。而针对项目当中的某些瓶颈工位，我们会在实验室搭建测试平台。那大家一定很好奇我们的实验室长什么样子，接下去我就带大家去看看。行，这是我们正在进行的一部分测试项目。为了缩短实验周期，降低开发成本，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来制作夹制具、手爪、定位块等一系列结构件。这是我们最小型的机械手 KR3， 它最大速度可以达到2米每秒。我们利用它搭载智能相机，实现 PCB 板的快速装配。它可以识别抓取随机来料，然后进行二次定位，再撕掉背面贴膜，最后完成装配。这是KUKA的人机协作机器人伊娃，它有7个自由度，每个轴都装载了力矩传感器。我们充分利用这一特性来装配电子元器件，比如说内存条。它可以与人协同作业，当意外发生，与人发生碰撞的时候，它可以敏锐感知得到，确认安全后再继续作业。为了让客户更加容易地使用机器人， KUKA 开发了一系列 Ready to Use 的应用产品包，而这一款就是今年新推出的 Ready to Fasten。 它充分利用6轴机械手的空间灵活度，实现对微型螺丝的多角度装配。这就是我们的技术中心，想你所想， Ideas for you. Avance Intelligence.